大家好，这节课开始，我们学习一下数据库抽样层 PDO 技术。那 PRP 呢，与流行的开源的代码 MySQL 数据库服务器之间呢，总是有很多的默契。他们的合作呢，使他们各自取得了广泛推崇的地位。很多 PRP 应用开发人员呢，都习惯了用 PRP 与 MySQL 这样组合，以至于呢 PRP 对其他数据库的支持呢，常常模仿处理 MySQL 的数据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库处理的函数都是一样的，也不是所有数据库都提供相同的特征。虽然存在模仿，但不同的 PRP 数据库扩展都有他们各自的怪癖和不同之处，所以呢，从一个数据库迁移到另外一个数据库时呢，就会有一些困难。那虽然 PRP 呢一直都拥有很好的一个数据库连接，但是呢，咱们今天讲的 PDO， 也就是 PRP 的数据对象，它的出现呢，让 PRP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PDO 这个扩展库呢，为 PRP 访问数据库定义了一个轻量级的一致的接口，它提供了一个数据访问的抽象层，这样，无论你使用什么数据库，你都可以通过一致的函数执行的查询和获取数据。这样就大大简化了数据库的操作，并且呢，能够屏蔽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差异。好，我给你画一个图，比如说这样。假如说我们现在 PRP 可以连接多种数据库，假如说我这块有多种数据库，假如说数据库的种类有很多 ，PRP 现在目前的所有流行的数据库，它都可以去合作使用的，比如说有 MySQL 数据库，这是咱们前面一直在用的，比如说有 Oracle 数据库，假如说有微软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假如说还有 IBM DB2 数据库，那我们就不全写了，比如说其他数据库这些。在传统的方式中是这样的，比如说这是 PRP 程序，这是咱们的 PRP 应用程序中，他如果想处理 MySQL 数据库，就需要安装一个 MySQL 的扩展这块，然后用 MySQL 扩展中的函数去处理 MySQL 的数据库。如果想连接这块，想处理 Oracle 数据库，那我们就需要你在 PRP 里边再安装一个 Oracle 的扩展，然后才能去连接 Oracle 数据库。如果想连接微软的 SQL Server， 那你就需要再去写一个微软的 SQL Server， 然后你再去，假如说 DB2， 你再安装一下 DB2 的那个扩展去连接。然后其他的数据库呢，那当然了，你也需要对应的去扩展其他扩展。那这样呢， PRP 通过 MySQL 这个扩展去连接 MySQL 数据库，通过 Oracle 扩展去连接 Oracle 数据库，通过 SQL 比如说微软的 SQL Server， 然后通过 DB2 其他的，这样。当然了， MySQL 连接咱们前面也学过一款叫做 MySQLi， 也是一套扩展 MySQLi， 这样也是去连接 MySQL 数据库。那这些扩展都在哪儿呢？比如说我们打开 PRP 的扩展，你可以看到 APP Server 下边找到 PRP 下边扩展，比如说我连接 MySQL 数据库，我使用的是这个扩展和 MySQLi 扩展去连接的，我连接微软的 SQL Server 呢，我需要安装这个扩展。那每道扩展呢，就对应咱们系统里边 PRP 里边一套函数库，比如说这里边咱们看一下，如果使用的是 MySQL 扩展，
那我们使用的就是 MySQL 这套函数去连接 MySQL 数据库。如果使用是 MySQLi 扩展的话，那我们使用的是这套 MySQLi， 也是连接 MySQL 数据库。如果想连接微软的 SQL Server， 你看一下，使用的是微软 SQL Server 这种微软的 SQL Server 的函数库去处理 SQL Server 的。你看这些函数和 MySQL 函数呢都很像。当然了，如果连接 Oracle 或者其他的，都需要有相应的扩展。那这就需要程序员在学习的时候，你要，如果咱们说 90% 都是和 MySQL 连接，那你只要学 MySQL 和 MySQLi 就可以了。如果你 PHP 程序连接 Oracle 的，学这套扩展。其实呢，在学扩展上呢，其实差距不大。比如说你现在会使用 MySQL 这种扩展了，你在学习 Oracle 扩展或微软的 SQL Server 扩展的话，那么你只需要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能转过来。因为咱们看到了，像微软 SQL Server 函数和 MySQL 处理的函数， MySQL 的函数，你看一下，基本上很像，用法也差不多。因为呢，他们都是在模仿 MySQL 这种连接去写的，所以咱连接各种数据库呢，都得去学一套扩展。当然了，难度上刚才都说了，并不是在多学一套连接数据的扩展，而是在数据迁移上，也就是数据移植上。假如说你项目在开发阶段选择的是 MySQL 数据库，但是呢这个数据你项目已经运行一年了，比如说公司这个时候决定选择 Oracle， 你首先呢用一些工具或者软件把数据从 MySQL 移到 Oracle 上，然后你在 PHP 里边得把所有的 MySQL 函数都换成 Oracle 的扩展函数，那你就相当于项目重开发一遍。因为咱们到处每个页面上都几乎有 MySQL 这种连接处理，除非你用的是面向对象框架写的，一般框架只要换一个连接DB 的一个类，那么直接就可以切换了，否则的话你每个页面都需要改变。而我们的 PDO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 PDO 这个扩展库就为 PHP 访问数据库定了一个轻量级的一致性的接口，它提供了一个数据库抽象层的概念，也就是这样，这个连接所有数据库的，你就不用，有了 PDO 之后你就不用学多个扩展了，只要我们在这块用一个数据库抽象层 PDO， 这样的话我在 PHP 里边连接各种数据库都使用 PDO 一种就可以了，因为它里边有一个统一的接口，就是统一的函数，就可以处理各种数据库，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现在用的 MySQL， 现在数据移植到 Oracle 中，我只要在 PDO 里边换一下驱动，就能将我程序从 PHP 从 MySQL 移植到 Oracle 中，因为它连接各种数据库用到的是统一的一个技术，所以这个 PDO 就是作为数据抽象层，它的作用就在这儿。而 PDO 呢就是这个缩写 PDO DATA 数据 Object PHP 数据对象，看一下 PHP 数据对象，也称为，咱们也称为 PDO 是一个数据库访问抽象层。刚才咱也说过，它是作为统一的各种数据库的访问接口，能够轻松的在不同数据库之间进行切换，使得数据库间的移植呢变得非常容易实现了。它与传统的那个 MySQL 或者 MySQLi 函数相比呢，那 PDO 让数据库跨数据库那更有具有亲和力。那么实现同样数据库抽象层的，当然也有 ADODB 还有MyDB2 这两种技术。它跟 ADODB 和 MyDB2 等同类数据库访问抽象层相比呢， PDO 更高效。所以呢你只要学 PDO 一种就可以了，其他像 ADODB 都不用去学了，因为 ADODB 访问机制是一种像选择器，还是借助于原来的那套函数库，只不过给你写了一个顶层的一个应用程序而已。所以呢PDO 跟 ADODB 还有 MyDB2 这种呢同类相比呢，这个数据库抽象层 PDO 数据库抽象层更高效。另外 PDO 与 PHP 支持的所有数据库扩展都非常相似，因为 PDO 借鉴了以往数据库扩展的最好的特性，所以呢以后 PHP 版本在升级的时候，
都只有 PDO 一种了，其他的默认都没安装，但是你也可以使用，比如说 PHP 6里边现在就默认只开启了 PDO。 以后的 PHP 发展方向它也会只采用 PDO 一种，因为它不会像以前那种说连接一种数据库就使用一种扩展，因为 PDO 一种就够了，这也是跟其他语言很相似了。那 PDO 这种是怎么实现的呢？因为对于任何数据库的操作，并不是使用 PDO 扩展本身执行的，就不像原来那些函数使用函数本身执行的。而 PDO 呢，必须针对不同的数据库服务器使用特定的驱动程序访问。所以在 PDO 这里边，假如说我想用 PDO 访问 MySQL， 对外的接口是一样的，但是内部我们得换一个驱动。比如说它这里边要想访问 MySQL， 得装 MySQL 的驱动，比如说 MySQL 驱动。如果想连接 Oracle 的话，我得连接一个 Oracle 的驱动 OCI， 所以它是基于驱动的。那这个驱动程序扩展呢，则为 PDO 和 PHP 程序之间架起了一个桥梁，这个驱动为 PDO 和数据库之间架起一个桥梁，用来访问指定数据库的一个系统。这样的话，它是基于驱动的，就大大提高了 PDO 的一个灵活性。因为 PDO 在运行的时候运行时才加载必要的数据库驱动程序，所以呢不需要在每次使用不同数据库的时候都重新配置和重新编译 PHP。 比如说如果数据库服务器需要从 MySQL 切换到 Oracle， 只要重新加载 Oracle 的从 MySQL 驱动换成 Oracle 的驱动，那就可以了，就是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安装和使用 PDO， 它是基于驱动的。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在如果是在 Linux 下安装，如果是在 Linux 下安装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在编译 PDO 的时候，就是编译 PHP 的时候，加上这个参数杠杠with 杠 PDO 杠，比如说 MySQL， 这样的话它就把 MySQL 驱动，这样就指定 MySQL 的一个位置。比如说 MySQL 驱动 MySQL 在这块安装目录指定这块就可以了。而在 Windows 下安装呢也非常容易，这是在Linux 下安装的。在 Windows 安装只要我们得安两个东西，一是安扩展，你看我们找一下 PDO， 看这块 PDO， 装这个 PDO， 装这套扩展的话，装这个的话只是我们能使用了这套函数，就是 PDO，搜索一下 PDO， 你看函数，也就是我们装这个扩展我们的所有函数都在这里边了，你看 PHP 数据对象。而我们如果你看这里边函数在这儿，这么多函数够的它是两个对象的，两个类的。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想切换数据库，咱说 PDO 是基于驱动的，它并不是像 ADODB 那样借助于原来那套 MySQL 啊或者 Oracle 的扩展，它跟那个没关系，完全可以把那关闭掉。那我除了装这个扩展之后，我还要在扩展里边装驱动，比如说我除了装这个之外，我想连接 MySQL 的话，我得装 MySQL 的驱动， PDO MySQL 的驱动。比如说咱们找一下这里边，你看这块是 MySQL 扩展，这块是 Oracle 的驱动， OCI 是 Oracle 的驱动。咱找一下看 MySQL， 你可以看下边的描述，我鼠标下边那个黄色的浮标，你看 MySQL 驱动 FullPDO， 也就是 PDO 的 MySQL 驱动。那这里边呢每一个，比如说装 SQLite， 这块写上，你看这块是 SQLite 基于谁的驱动，也是 PDO 的，你看那描述。那这个呢是普通的 SQLite， 这个呢是这种数据库，看一下 ODBC 的驱动，这个是 Oracle 的驱动 Full PDO， 看到没有。所以呢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就看你这个环境去连接什么数据库，如果你就连接 MySQL 的话，你需要装 PDO， 这个这套函数得有，还得装 MySQL 的驱动，装这两个。如果你是 Oracle 的话，除了装这个你还得装这个，这两个去利用借助于驱动和
PDO 本身的函数，如果想是 SQLite 的话，装这两个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呢，咱们本机呢还是 MySQL 的环境，咱们虽然 PDO 什么数据库都会连接，但是咱们还主要用它去连接MySQL 数据库。所以呢，扩展这有了，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到官方下载编译，然后放到这个目录下。咱们还需要在 PHP 的配置文件中，在 PHP 配置文件中把这扩展打开，看一下，找到扩展，看这扩展，我这块现在已经是开启了，我开启了这块指定的扩展，指定的就是咱们扩展目下 PDO， 然后指定了 MySQL 的驱动，又指定了 SQLite 的驱动，指定了这两个。如果我想连接 Oracle 的话，我还要指定 Oracle 的驱动，但我现在没有必要指定了。这几个驱动连接数据库呢，不是借助于原来的 MySQL 扩展和 MySQL 扩展，你完全可以把这两个给怎么的，给屏蔽掉，完全可以，它借助于这个底层的驱动去连接的。而如果你要使用 ADODB 的话，那个是相当于第三方的程序，你不用去安装，但是它还是借助于原来的，比如说这个微软的 SQL Server 还是借助这个 MySQL， 还是借助于这个去连接的。好，我们安装完这个之后，你看安装了两个驱动，然后我们看一下 PDO 好不好使，看一下啊，我这已经安装完了，然后我只要重新启动一下，你安装完之后别忘了重新启动一下阿帕奇，阿帕奇 Restart， 刚才咱们开启，你看重新启动一下，然后咱们访问一下 PHP Info， 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PDO 和以及它所支持的驱动。你只要看到了我们才能使用，如果去连接 Oracle 的话，你还需要装一下Oracle 的客户端 info.php， 你看一下，只要你在这里边能看到，看一下 MySQL MySQL 都支持，咱刚才返回了，你看能看到 PDO， 那 PDO 的驱动现在能连接 MySQL， 因为我开启了这两个，这是 PDO MySQL 的驱动，是这个的驱动，所以呢现在 PDO 是开启的， PDO 开启我就可以使用这些函数了，然后它现在驱动现在是加载了，因为我现在只有 MySQL 数据库，所以我用 PDO 去连接 MySQL 数据库现在就可以了。这就是 PDO 的安装，非常的容易，现在我就可以使用 MyPDO 中的这些东西。那看 PDO 给我们提供了 PDO 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呢？给我们提供了三个类，而且呢都非常简单，提供了三个类文件，都哪三个类呢？我们看一下，一个是与 PDO 与连接有关的，那么看手册里边吧， PDO 的类本身的和 PDO 准备好语句的预处理的这个类，那我们看我们把这个写出来，一共三个类，一个是 PDO 这个类，那么这个类干嘛呢？是这个类和数据库连接有关的类，比如说执行 SQL 语句啊，对吧，连接执行 SQL 语句都在这里边使用这个操作，连接执行 SQL 语句，然后还有一个类就是 PDO STATEMENT 预处理的类，这个类是干嘛的？专门处理准备语句，和我们 MySQL 里介绍一样，准备语句，然后呢处理结果集都在这个类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也会使用的没有方法的类，就是异常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异常的子类，所以咱们用 PDO 可以使用异常，这异常类就很简单了，
咱们会在程里边应用。然后提供了还有很多个常量，很多常量。那我们看 PDO 的方法，只有这么一些方法，很少，也只有这个预处理类，也只有这么多方法，连属性都没有。所以呢，它里边方法跟买 SQL 咱们前面介绍的买 SQL 比，应该只有买 SQL 四分之一的方法，四分之一左右的方法，而且呢没有常量，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方法，而且没有成员属性。那它功能呢，是不是也是 MySQL 的四分之一呢？功能可以跟 MySQL 一样， MySQL 提供的功能 PDO 都可以写得出来。那为什么它提供的方法少呢？这就是让用户调用起来就更方便了。它方法少，但是它提供的常量多，很多常量，大部分功能呢都靠常量帮我们来解决。那我们要想使用 PDO， 也就在使用这三个类和很多个常量呢，也就是会使用以上部分，那就会使用 PDO 了。因为咱前面已经了解 PDO 是干嘛的了，也是连接数据库的一种技术，但是它可以跨数据库的去连接，所以呢会使用上部分就会使用 PDO 了。那这里边咱们分别把这几个类里边的方法全使用到。我们先看一下 PDO。 首先呢，我们必须得连接数据库，得先创建 PDO 的对象，然后才能使用 PDO 中的这么多方法。那咱看一下，这节课咱主要就是把 PDO 的对象创建出来，创建 PDO 对象。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它的类名。那我们创建对象怎么创建呢？打开一个程序 demo.php， 那咱们都说了，创建对象很简单，只要做一个 PDO 等于 new PDO 就可以创建对象了。但咱看一下这里边需要什么参数，所以只要点开构造方法，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叫做 DSN 必须存的，然后存用户名、密码以及驱动选项，是一个数组，一共就四个参数，后边三个参数还是可选的。如果后边三个参数你不存的话，也可以借助这里边的其他方法去帮我们完成。当然了，我们这里边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必须这四个参数都使用，但是最后一个参数使不使用，就看你需不需要对 PDO 进行调优了。那首先咱们看一下用户名密码呢，连接不同的数据库就用不同的数据库不同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呢大家都知道跟 MySQL 一样，但是这个 DSN 你肯定不太了解，所以咱们这里边会重点介绍一下DSN。 那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创建 PDO 对象的时候和创建 MySQL 对象它俩有什么区别。 MySQL 你看一下，然后咱们来介绍那个数据源。你看 MySQL 的时候，第一个参数是连接数据库的位置，第二个是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第三个是密码，第四个是库，细说 PHPDB 是这样的。而 PDO 呢，第一个是 DSN， 然后第二参数数据库用户名 root， 然后密码123456。如果他们两个需要完成同样的功能的话，我这个 PDO 里边现在我没写的地，除了这 DSN， 你看跟 MySQL 构造比现在差在哪儿啊？我们还需要有数据库所在的主机和数据库名。那这里边现在我们看不到有数据库主机和数据库名，而这就在 DSN 里边呢。那看一下 DSN 什么缩写， DSN， 那顾名思义就叫做 DAT 数据 SORC 数据源名，这三个词的缩写，数据源名。那什么叫数据源呢？就是数据库所在的源头在哪儿，知道主机的位置，主机位置，知道库名和库名
那我不就知道数据源在哪儿了吗？主机在哪儿？比如说 logcost 哪台机器上，什么库，什么主机上的什么库，这是 DSN 吗？那我这个假如说 DSN 里包含什么位置什么库，那它的功能就跟 MySQL 创建对象一样了。但是我们 PDO 比 MySQL 其实功能还多一个， PDO 还可以连接各种数据库呢，所以还有什么，还有连接哪种数据库的驱动，看一下驱动，我们还需要有这些呢。所以呢，在这数据源里边包含的信息就是连接哪个数据库的驱动，然后呢数据库在哪个主机上，然后什么库，只要包含这三个信息就是这个数据源在我们这里边。因为它比 MySQL 少的，就是因为少什么位置什么库，它还比 MySQL 应该多一个连接的是哪种数据库，对吧？因为 PDO 不光是连接 MySQL 的，还可以连接 Oracle 以及其他的数据库，那这就是数据源。那我都说了，这个数据源的格式是什么样的？格是什么样的？那 DSN 的 PDO 的命名惯例呢，为 PDO 的驱动名称，然后后边有个冒号，在后面可选的驱动程序的数据库连接的变量信息，主机啊，端口数据名，是这些信息。当然这些信息你还是不懂的话没关系，找手册。比如说我们要先知道 PDO 是基于驱动的，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驱动都找到。你看手册里边有一部分列表，这块 PDO 的驱动，看到没有？ PDO 的驱动，用这种驱动去连接微软的 SQL Server 之类 CBase 这些数据库，使用 PDO 的这个驱动去连接这种数据库，使用这个驱动 IBM 的驱动连接 IBM DB2 的驱动，使用这个连接 Information 这个，使用 MySQL 这个连接 MySQL 的，然后呢这个调用 OCI 是 Oracle 的驱动，其他的不知道数据库都用它，像这个数据库呢就用这个驱动， SQLite 用这个驱动。所以呢 PDO 可以连接数据库提供的驱动全在这儿呢，它这些都可以直接使用。那我知道驱动的定义了，那我这个第一个参数中的 DSN 就要通过这个驱动中把它找出来。你看怎么找？比如说我找 Oracle 的 OCI， 把驱动点开，其他地方你不用看，只要看这个 PDO OCI， 也就是连接 Oracle 的时候的 DSN 是怎么写的，它这里边就会告诉你怎么写的，告诉我们 DSN 的前缀是 OCI， 对吧？然后呢指定库名，也就是数据库的 DB name 的一个属性，然后后边指定数据库在哪，然后指定什么字符集。你看我们可以按下边链接，你看 OCI 库名是这个库，假如说我现在按这个写的话，假如说我想连接 Oracle 的在本机的Oracle 数据库，然后数据库连接的是连接的是比如说细说 PHP 那个 DB 那个库，那怎么办呢？ OCI 是这个驱动名称，用这名称呢底层也把这个驱动装好了，那 PDO 就会找这个驱动去连接 Oracle 数据库。但是有这个驱动不行，你还得知道库在哪， DB name 等于，然后两个斜杠指定位置，比如说我本机的端口呢是1521，默认的 Oracle 端口1521，下边的比如说细说 PHP DB， 你看一下，这就体现了三方面信息。驱动用哪个，当然驱动你事先得装好，咱们现在这个环境是没装，咱们环境现在只装 SQLite 和 MySQL 两种驱动嘛，但是 SQLite 数据库我还没装，你看，然后库名本机的1521下这个库，所以都体现出来了三部分信息。如果我现在去连接 MySQL 数据库，那我需要点击 MySQL 这个驱动，看一下，那这里边呢一些驱动的一些调油的参数在这块咱们先别管。你看这块呢 MySQL DSN 前缀是 MySQL 开头的，然后呢指定主机数据库服务器的位置，然后指定端口，指定库名，然后指定 socket，因为 MySQL 基于这种 socket 连接的嘛，当然这个咱们都可以省略了。所以呢我这里边如果去连接我本机的 MySQL 的话，
我需要，当然只能 Oracle 后边就得 Oracle 用户密码，指定 MySQL 就是 MySQL 数据库对应的用户名密码。那指定这块应该是以 MySQL， 这是 MySQL 的驱动，然后指定主机，那当然是 localhost 的，我本机上有的。然后分号 DB name， 我需要使用的库名是细说 PHP DB。那当然我也可以指定什么 port 端口，比如说3306，默认的话你可以不指定，对吧？默认可以不指定，现在默认就是3306端口。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利用 PDO 的 MySQL 驱动去连接了，创建了 PDO 对象。那 PDO 里边的所有，如果用 MySQL 驱动连接的驱动的话，它就是用 MySQL 驱动去处理 MySQL 数据库。所以下边咱们在写的所有的方法执行 SQL 语句的，都是处理 MySQL 数据库的。如果用 Oracle 连接的驱动，那下边的所有方法都是处理 Oracle 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切换的形式。那怎么判断它连接成功失败呢？咱们刚才说过了，这里边还有一个 PDO 的异常类呢。所有 PDO 如果有问题都会抛出异常，所以咱们用 try， 这个 try 错误处理呢，咱前面有介绍过，试着去执行里边代码，如果执行成功了会跳过这个 catch， 如果没成功的话它会抛出一个 PDO exception 的异常。那我只要这块输出 e 里边的 get message 得到的消息。如果大家对 try catch 不熟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咱们前边错误处理和异常处理那块咱们介绍的。如果连接成功，直接从这块不执行 catch 里边，如果失败的话会直接跳到 catch 里执行，那咱就可以直接退出程序就可以了。那这块你也可以输出数据库连接失败的原因，数据库连接失败，然后退出程序。那我们看一下，现在是成，如果成功的话，那我这块就会输出，不用输出了。咱们看一下，成功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就可以了。好，这访问一下，细说 PHP 下边的 demo.php， 什么都没输出。假如说我这块写错了，比如说1234567，你看它就会提示，直接到 catch 里边执行。数据库连接失败，失败的原因是用户名和密码的问题，这是在这个地方。当然 PDO 也有一些处理其他的连接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将 DSN 写到文件中，可以将 DSN 写到文件中，也就是把 DSN 段放在一个本地的或远程文件中。不管是其他的什么方式，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改变 DSN 可以切换连接的数据库。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将它放在一个本地文件中，假如说就当前目录下我建一个DSN.ii 之类的什么什么文件，只要在这里边我写上一个字符串，比如说是直接就写刚才那个吧，把这个字符串放到这个里边 DSN 里边，然后我只要在这块换成这个文件的位置，比如说远程的话你就是 URI 冒号 file 什么什么文件，那当前目录下呢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咱们叫做文件叫做 DSN。 那通过放在这文件里边，我驱动名假如说现在不想连接 MySQL 了，如果这改成 Oracle 的话， Oracle 那条驱动的话，那我就可以直接切换数据库了，就不用动 PHP 的程序了。这是通过文件去处理的。我也可以把这 DSN 写到 PHP 的配置文件中去，比如说把 PHP 的配置文件打开，吸盘下边的 Windows 下边PHP 的配置文件，我在 PHP 配置文件里边只要我在某个地方加一个 PDO， 那么定一个子区域，在这里边我只要写上一个字符串，比如说 PDO 的 DSN， 然后随便定一个名，比如说 MySQL 的PDO， 随便我定一个名，然后等于假如说我写上和
和刚才那一样的，MySQL 的那个驱动，比如说 MySQL 冒号，DB name 主机等于 localhost， DB name 这块应该是主机 host， host 等于这个，然后DB name 等于细说 PHP DB。我写上这条语句，然后重启之后，在 PDO 里边，这会儿我只要指定刚才咱们自己随便起的名 MySQL PDO， 你看就是这配置文件中的这个名称，我只要在这一放上，那么也能够指定这个驱动，是在配置文件里指定的。那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假如说我想切换数据库，只要把这个名称改成 Oracle 的，那我就直接可以切换成 Oracle 的了。所以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咱这些做，你现在学习的时候做实验呢，没有必要去改这些东西，这块还直接用直接在这写的方式就可以了，有问题直接跳到这儿，没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连接成功。刚才说写在文件里边也好，写在配置文件中也好，目的都是为了用户切换数据库方便。当然了，我们如果真正写程序的话，这个都在写在自己配置的一个专门写一个配置文件在里边写好，然后你改变也是可以的。然后咱们看 PDO 的构造方法的时候，咱们会看到在 PDO 的构造方法中有一个第四个参数，这个我们打开，有一第四个参数需要存一个数组，这个数组呢就是用来对 PDO 对象进行调优用的，或是底层驱动的一些设置调用的。那这个数组我们不是，并不是说随便指定下标和值的，比如这块存需要存一个数组，选项 OP 驱动选项，比如说 DRIVER OPTS， 假如说存这个数组，那我们需要定义这个数组 $DRIVER 下划线 OPTS， 再定一个这个数组。在存这个数组之前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先学一个 PDO 里边的一个属性，然后咱们再进行设置。你看有得到属性，看它能得到哪些属性，能得到这么多属性。第一个，你看 out to commit 这什么得到是否是自动提交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是强制 PDO 获取表字段的时候大小写转换或原型使用的列信息，这个得到客户端的版本的，这个是包含数据库带有的与连接状态有关的一些信息，这个是获取驱动名的，这个是设置错误模式的，这个呢是返回空字符串转换成 circle 的空的。这个如果这些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有详细的一些选项，比如这个是设置应用程序提前获取的数据大小，然后这个获取服务器的信息、服务器的版本，然后这个呢获取timeout， 这个就是设置超时之前等待的一个秒数。那这些你怎么看解释呢？这都是 PDO 里边的常量啊。你看咱说 PDO 里边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常量，比如说刚才那些常量你有看不懂的，在这里边都可以找到，而且呢它都有详细的解释。比如说这个设置时间值秒数为这个数据库超出时间的一个秒数，这个呢设置一些错误的模式，都有详细的解释。那调优的参数和设置这个属性它俩是相似的，我可以设置属性也可以调优参数。比如说我现在先得到一些，你看啊，按照刚才咱们获取的这个属性，前进一下，这块这些属性啊，比如说咱们能得到的属性有哪些，刚才咱们也看到了 PDO 里边有得到的属性在这儿呢，看能得到这么属性，比如说我得到版本号和服务器的信息，还有客户端的信息，还有比如说驱动的名，看到这些了吗？如果得到这些东西，如果在 MySQL 里边，咱们前面学过 MySQL 的时候，获取这些属性都是通过 MySQL 中的方法，
或者属性来实现的。而我们 PDO， 你看这么几个属性肯定没有得到版本信息的，所以都要通过得到 PDO 中的属性来获取这些主机信息啊、服务器的信息啊、客户端信息等等，都是通过得到属性这个方法去设置的。而 MySQL 有独立的方法，这也是 PDO 为什么方法比 MySQL 少但是功能不少的原因，因为它借助于属性，咱们也可以获取很多信息，就不用单独去用一个 PDO 的方法了。好，这里边比如说我得到几个，我想得到，你看属性名就是一个常量，所以呢我直接输出 $PDO， 既然是 PDO 的类，所以 PDO 里边有一个方法就是得到 attribut， 得到属性，都得到什么属性，我每得到一个换一行，比如说我想知道，复制一下，知道 PDO 是否是比如说它的客户端的版本，那就是按这个写，我复制几个，看直接复制就行，客户端的版本这呢，在这个地方，我想知道它的服务器的版，服务器的信息，服务器的信息，哦，不要全粘过来，只粘一个就行。然后，比如说服务器的版本，直接通过得到属性，就把这个常量的对应的属性值。我们可以拿到，比如这里边我想知道驱动的名，驱动的名称，好，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可以的，客户端属性驱动名称 MySQL 嘛，信息版本信息对吧，这块得到它的信息就有了，这是得到属性。既然有得到属性，那么我们设置这些调优的参数，最后一个参数就是在设置这些属性，当然得到的像版本信息这些不用设置了，一些调优的参数，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设置这块，比如说我在后边调优参数，我想设置这个是否自动提交，我先获取一下这个是否自动提交，粘贴，把这个粘到这儿，然后再粘一条，你看一下，我只要把这个属性换一下，第一个自动提交，你看得到第一个值，上面是一，说明现在是开启自动提交的，一表示真嘛。那我可以在这调优参数里边，比如说下标就是这个自动提交，我把值设上零，你看一下，通过最后一个参数设置零，那我再得到这个自动提交的属性，你再看一下。哦，这块自动提交，这是不是写错了 ？DRIV， 这写错了，没调成吗 ？DRIVER option， 你看这回咱们再看一下，你看就变成零了。那假如说我再设置一个，假如这里边可以设置的，咱们这里边可以设置很多，比如说咱们想设置。是否持久连接 PERSISTINET， 你看我先得到这个属性是否持久连接的，粘贴一下， PDO 可以指定持久连接还是非持久连接，如果默认的话不是持久连接，你看我先得到这个持久连接的值是空的，你看一下，假如说我现在全是设置的持久连接，这是数组吗，可以设置多个值，持久连接的值等于真 TRUE， 让它变成持久连接，这位你看那个值是不是空的了，解析错误，我这里边应该不是等号，是这作为是下标，数组的下标和值，看一，现在就变成持久连接的了，那我们连接呢就不能断开了，连接就不可以断开了。同样这块我可以用最后一个参数设置属性，比如说同样的两个属性，我现在不存这个，同样的两个属性我通过这个 PDO 里边有
假如说你在创建对象的时候没有设置这些调油的属性，你可以怎么办？可以通过设置属性的方式，和最后一个参数 PDO 最后一个参数是一样的。你看，可以设置的属性可以有这么多，刚才咱说的自动提交啊，对吧？其他的东西可以设置这么多属性，那调油的参数呢也是可以设置这么多的属性名和值。那同样我就可以把这两个改成，比如说 PDO 里边上面我已经注释掉了，我先看一下这两个值分别是什么，一个是空，一个是一。我现在设置完之后你再看一下值，到了 PDO 里边 set attribute 设置什么属性呢？比如说这个属性值自动提交，我把它关掉，那设置它的值为零。我现在如果不在第四个参数里边传，我现在通过设置属性的方式，我再把 PDO 里边这个看一下，这个设置成真。我们这回看一下这两个值，现在是一个变成零了，一个变成一了。你看这变成零了，这个变成一这块，我这个属性名是不是写错了？看一下啊，没有写错啊。哦，难道最后有，因为设置属性有不一定全部可以设置，有些就必须得通过底层挑驱动。你看像这个设置属性就得通过上面那几个，上面这里完成，因为这里边咱们看到了设置属性这个没有刚才那个设置持久连接，所以持久连接只有通过构造方法的参数，不是完全一样的，它能设置的是这么多内容，你可以翻一下看这些都是什么内容。那最后一个调油的参数 PDO，这个驱动参数咱们也用过了，知道怎么设置了吧？当然了，咱们一般的呢，你针对你的情况去调油就可以了。保存一下。保存错了，一点 PHP。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咱们这节课呢，主要就介绍了什么是 PDO， 然后重点是介绍了 PDO 的一些处理数据库的方式，然后呢创建 PDO 对象，以及呢从 PDO 里边得到一些常用的属性和创建对象的是一些调油的参数。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呢咱们就录制到这里，下节课呢咱们重点来介绍 PDO 对象中的方法使用。